情的工商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一哥一购，一哥联名款春联开卖了，整张都是阿长设计，还附上一哥的电绘签名，人手一张，不管是贴在家门口还是戴在身上，新的一年都能让你爪运兴隆，十元少少出，卖场链接放在底下资讯栏，赶快来买哦。安安，叫什么星球的通常都很可怕。我们现在在三重的喵星球，阿轩刚已经打了800，不认识的人会以为只打了100-200，怎么会那么可怕啊？刚刚是卫生棉上头，也还好啊，就200啊。我帮我朋友报仇，拍稿，来拍照。居然是这个妖怪猫咪，怕死，大杀小杀，杀小，杀小啦。大家这样就没有位置啊，夹掉一只它就没有位置。挡板差不多这么近，挡板不搞了，不搞了，被告了，我帮我朋友报仇，我要替我儿子报仇。哦，看这个真的雷，3秒。但我觉得最恐怖的东西就是空气包啊！但我一直不相信。手滑，下一个会不会全部都是大家丢上去的吗？应该是。他这次长的是要不要？这不挡应该难处，不挡就不挡。反而干这样子是怎样？两包一起夹，无心流了吗？无心。这样太有心不行，有心就会在那。有心不行吗？要很没有画面那种直播吗？妈的！再没有我就认啦。有点可怕。妈的，超怕！我把后面拉下来。拉面没有靠山的新拉面。卡爪好 ，OK， 还行。新贵派小哥来了，我就问你想夹什么？两只一起，一哥教的，两包一起包。教大家盒装饼干夹法，请问 A、B、C 三个点应该要夹哪一个位置呢？直接公布答案，要夹 B 的位置。如果一次夹多盒，两盒的相接面之间比较滑，摩擦力不够的情况下，其中一盒就有机会脱爪出货。那你注定要被一哥骗了，一哥。注定要被一哥骗了。一哥，那真的假的啦？我不信啊！就说要看一哥，我不信。来这个啦，礼盒啦，这难度太高了。放心，走。那差180，好吧，就要打到宝了。好，牙刚摆好啦，加片。那剪底师看得我心里发寒。有了。这直接外抛哎！来，好像只有正门那个斜度才是可以滚下的，才是够滚下来的斜度。出来，这只能用外抛的。我要帮我朋友报仇。我要替我婆婆报仇。唇膏已经被夹走了，有点难度。对不起，我是觉得不好夹。我操，这个要做堆柱的那一边，对，这边比较好，可能比较。没有挡啊，应该不会输的。
什么东西啊？我都快中，要送观众了吗？送观众中。啊，这我们出货就出送给观众。这怎么抽出来？抽头。哎，为什么这好像比刚才友善？有吗？有啊，后面第二层有站人的，第二层开始站了一点。可是感觉还是拉不太出了，第一个掉下来，感觉又会卡到那个洞里。要抓还是撞墙？然后接下来。那我们接下来你要找主位的吧？对了吧？那一样倒数三秒钟。好，准备三。嗯。那观众有没有想看到吗？请他的讲到吗？至少有听。但档位已经好了。他不行，他不起来，他不动，他没有动过，加不出第二个。我这个抓力，指定是要甩爪。我们把可以打的位置全部拉撤，交给后面的人，就走了。就可以开始想想保甲了。我觉得对啊，这一场真的很亮。没有抢，爬不起来，看。他这白发。玩到他爪子没电，到他打你。现在就是我们练习台。哇，要出了，这要出了。我刚刚看到抓到一瓶，应该要出了。应该会把它推下，推到下面。小熊饼。反弹有，那你把往内推，好，如果你要这么多这个盲盒蛋，到底要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剑达初级蛋，山顶上有个紫色，稳了，稳了，你那个发掉，它可以咬这么稳。三熊，这有点很类似。哎、这个蓝色又是一个会抛出来的位置。假的。但其实斜坡做好，好像让它直上直下就会滚下来，好像是。一哥，对不起，骗人，骗我们，对不起，一哥。230啊，吃到230了，冤魂持续增加。Help!
这才四包才几十块而已。你说到了事实，超灵呆。撞到自己孩子的爪子，又撞到孩子。喷出来。哦。这爪具让我想起了一条毯子。没错，一个毛毯。我觉得圆心的直径可能有五公分。可是蓝色感觉难下爪啊。对啊，就难下爪。好了好了，小啦，要停了吗？不停，失速列车了。今晚的拉稀没有极限，真最后。操！剩110有来看吗？我不行了。这个我觉得这应该是要靠补位的，他应该不会像熊爱一样让你捏带车出。好像都有要出来，要滚出来了。这种感觉最可怕了。对，最好是把洞都补完。那我觉得这一场应该不要打不倒的，要这么狠的吗？这里面是没东西的，应该没。哎，玉米棒有东西，我旁边写玉米棒，有味道的玉米。七七七七七，哇！结果我刚刚又换了那些，结果只打了一包浪费钱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只有多两样。那你打的金额跟我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一千二，一千二。这边是高手场，三重都是高手，毕竟没有前二十，踏不进任何领域。都是来被骗的。大家就这样，希望影片帮我赞订阅，感谢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见，拜拜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吉利旺旺来，今天人好像没刚的多。会不会整个高雄都不吃你的500？牛奶花生，不吃牛奶的人。原味本铺加牛奶花生。放后面。我没说。实用的40块宝夹的垃圾袋，你知道这么小。这样一包垃圾袋多少啊？20、10块。我这样把它拉，垃圾袋帮我夹了40块，垃圾袋帮我夹。可以了吗？来来，我把男生弄下来。对不起，我弄不下来。50块的垃圾袋。好，空的打折。这边开始有很多交换的东西。为什么平常夹这个你没有用，还不如给你有想夹的换好空的爪子两次。原来你有在看。当然。第三次。要不要200？150，可能是他可以换吧。啊，什么都夹不到。好，要来了。啊，没有好怕这句话。不来了。你看看那边可以换的东西挺多。是啊，它不会出的。为什么是假的啊？难道是换起来这个？加4换卡拉赫拉沐浴。
目前只有垃圾袋跟一个垃圾小水壶。对，这边夹一换，你可以换马桶球。哦，马桶球。把后面的拉下来。不用。不用，下不了手。嗯，特。这个速度超鬼的，有种慢半拍的，超慢的，超慢的。压得死死的，我的天，三包一起。还是好小包哦，虽然我觉得我应该也，我应该装不满车子。夹子可以换 Kitty 麻将。他的头硬起来，头硬起来。他有跳出来一点吗？没有。哦，羊腿了。他扭在一起了。捏不起来，加个小罐罐。你夹得出来的话，我想要。冰了。来喽！不要的，好好不要说。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夹了多少，我再100给他个机会，就靠这个了啦。示范一 ，Kitty 破奖，儿童雨衣，或者是衣架。哦。这是什么、啊、毛巾哦、啊？轻便雨衣宝贝，来喽，要来喽！轻便雨衣，你的要来听起来都很可怕。很辣。这个艾尔莎不中，要不要再出来？置换只会夹这个了，其他都不行。嗯，后面再拉两只下来。不起，还想拉两只。这怎么走？这好像是要让它跳起来。要整个包住，让它弹掉，这样子。喂，根本碰不到啊！夹都夹不起来了。哦，好像。好像什么？好像很难。好啦，700就这样了。那上一半有几个？我不知道，原本三个加四个七的啊。看，高雄怎么这么艰难？这个应该不用记了吧？
不用寄好东西，我背包都放得下。原本500，然后我又换了200、700，然后原本是只有3样，后来加了4个，所以是7007样，1样100，1样100，然后有4样又换成这个。这家我觉得比较适合高手啦，我这个菜鸡在这边有点痛苦，唉。有了，到了夹石丁亲子乐园。做的垃圾桶。他写这个是西奇耶，真的是西奇。他爪子超级小。看，什么投影到了。
砖，这个砖到底是？我想换个五百，两个人有点可怜。对，两个人有点可难。保加三十，保加三十，厨房纸巾，这厨房纸巾其实蛮便宜的，厨房纸巾一袋六串大概都五六十块而已，所以它一个成本大概十二十块。好像不是耶，只是看起来很像。你看，超过来算了，我就算了。这该可以哦，撞一下就会下来。我可以这样立着。换你的牙吧。好，我换吗？来，我换一台了，换一台了。压着玫瑰花两朵，烤了吗？烤了吗？要烤吗？来，换我讲一下。好嘞。压压，大的玫瑰花。现在是要夹大号的。夹那个，夹小农民。这个三九的没有，是大号的。大这个三九吗？哪里有卖？哪里有卖？我买一箱。小的三九，哎呦，什么小？正正说好夹的哦，正正说好夹，但不包括这台。垃圾哥脱了，反手的，反手的。我不会，羊毛毯不好打，因为现场正正说不好打。好，正正说不好打，我们就偏要给他打出来。正正好打吗？啊，一定要我讲这么直白吗？没有啦，而且刚刚前面那几台都是左右交换的，这哪里是综合优品？别拿掉平台二楼啊！七月的时候来，我觉得还行，可是现在我是觉得我好像讲不太清楚，会吗？我存在运气吧。哥在帮他的伙食做准备了。我加四百，四百可以去吃某某了吧？好，我收起来。正正这可以吗？正正这可以吗？正正这可以吗？这我上次夹我觉得不行，正正说不哎，左边不还右边不，还是骗人不？等一下会播吃宵夜吗？会。现在。先吃晚餐，打完再吃宵夜。看到那个吗？看完全没有。那目前所有人都说很变，只有正正表示很简单。出了，下次要来综合开综合的优品开一下直播来平反一下才行。对，永和优品也很优。不是啊，五百也要美了。打个放肆鸡派，还可以哦。Thank you.
综合指挥传奇，不会啊，综合，等下带大家去综合城堡。好了，等一下，这么假，明明上礼拜还上上礼拜就有来。打到出为止，可以去乔伊一哥吗？我们等一下换先呢。你如果要去的话，可以先去综合城堡等。综合城堡先定，有了吧？哎、欸、妈，又一个，钱就这样没了。气死了！操！接力。没有，算了、啊、算了、啊、算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有啊有啊，一个换你。可是那个位置不给弹呢、欸，他底下铺湿纸巾。喂，没有收着啊。最后一次哦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看好了，各位，截图记得截图传给高老板。对，今天录影换家。这边那跟高老板有什么关系？完全没有关系，外子卖掉了。对啊，那边放纸巾超诡异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抓不起来啊，没有收手，现场到这边倒下去。真的，高老板管我屁事，高老板只剩十块还要排队，我好像有换过了，好像在福利中心换过。有了，哎呦，不会了，你的四 G 变成两格嘞，哇，顺了吗？还卡吗？太远了吧！还卡吗？超卡！还卡吗？各位，我要走到门口了。是，我没夹到。哎，你们不能又要看一哥又要顺，你们只能选一个，你们只能卡的看一哥，或者是顺的看不到一哥，你们选一下哦。要看卡的一哥刷个一啊，顺的看不到一哥刷个二啊，再往前走又要卡了。六百元六样哦，要求哦，今早。各位，这是我们600块夹了六样，超好玩，大家一定要来玩，不能只有我玩到，大家快来，大家快来。是不是跟你上一次来的心得不太一样？不一样，差很多。均价100，刷600六样啊，划了划了。赚啦！本支影片抽奖，按赞、订阅、留言，抽奖资讯说明栏。